我今天来呢，没有别的什么事情，只有一样，就是问问你最近忙不忙。啊，不忙啊，那太好了，那我就可以预定你的时间了。嗯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来音乐公告牌跟我见面吧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天亮灿烂，城市灿烂，刚开嗓了，多唱几句会好。